就当今的国际形势而言，美国始终是站在最顶端的。不过如今也有不少国家厚积薄发，逐渐强大了起来，比如中国。而近些年来，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也一直处于白热化阶段，因为中国的不断强大，让美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，使之不得不对中国各方面进行压制。但国际上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，美国怕其实很怕中国。而这样的言论甚至在新中国刚成立且第一次与美军正面交锋，也就是抗美援朝时就已经出现。当时就连美国的小弟日本人都有预言美军会在此战中败给中国。不过当时的日本人何出此言呢？看看他们对我军的评价就明白了。抗日战争时期，日本军工事业相比中国要大得多，凭借优良的武力装备，甚至扬言在三个月的时间就能占领整个中国。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战就打了足足14年之久，并且最终还以日本战败告终。中国军队正是凭借着顽强的战斗意志，以及拥有众多有勇有谋指挥官，在战争上用智慧和勇气把日本打得一头雾水。虽然中国也死伤惨重，但依然获得最终胜利。因此他们才会在抗美援朝刚开始时就预言美军失败，因为他们深知中国军队有多么可怕这一点。抗美援朝应该是历史上中美第一次在战场上交战，但中国也是迫不得已才加入的战争。当时美国为了守护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利益，直接对其进行武力压制，加上强大的武力支持，战况一直偏向美方，直挺鸭绿江。而鸭绿江是中国与朝鲜的国界线，当时美方的战机几次没有经过中方的允许就擅自闯入中国领空，这已然属于侵犯。当时美军的总指挥看到中国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，仅不阻止这种侵犯他国领地人的做法，甚至还变本加厉。加上当时的美国人一直自视甚高，认为中国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，完全想因为他们向日本投放的两颗原子弹，中国只是捡了便宜罢了，因此并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。可他们又怎能想到中国军队就那么雄赳赳气昂昂地挺过了鸭绿江，并将美国军队打得节节败退。中国军队表现出来的作战素质要比美军高出好几个档次，而美国只是一味依靠精良的装备，才使得战争偏向他们。欺负当时还未稳定的朝鲜没问题，但遇到中国这块石头，结果只能以战败告终。所以说，有这样的中国军人存在，中国怎不强大呢？也相信我国现在遇到的种种问题都会好好的解决，因为中国人从来不差团结二字。